走。嫂。不再睡会儿啊？嗯，不用睡了。我有点口渴，你能帮我倒杯水吗？徐总监不会是想赖账吧？不会，我也不是那种人啊。那就好。你干什么去啊？公开啊！啊，不行不行！徐总监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有这么见不得人吗？不是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。而且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啊。解释？有什么可解释的？什么不能跟他们公开的呀？哎呀！啊！下不为例。